家尝一尝。芦荟你吃过吗？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芦荟种植基地，我们来尝一尝芦荟什么样的一个味道。从根部挖一个小口，拧下来一个芦荟的新鲜叶片，先把这个白头给它切掉。发现哈，果肉很肥厚，香料两边的小麻刺。扒掉芦荟的外皮。